至如今我是又亏又加又倒又骂，可惜无处用。请奶奶点言人马，解马上到。宣示军容，稍时太君到此，大家定要精神抖擞，老当益壮，列队迎请太君。人马可曾齐备？奶奶，你来看。太君到，五千当兵，杀气贯天空，张飞不学草，人马到江东。古老雄心在。依然老威风。你们一个个披挂整齐，倒有当年之勇。我来问你，是哪个命你们较长停电的？哎，他是谁命？他怎么就不知道啊？像是他老人家放心不下，故而多问吧。是啊，你上去说说，他老人家就放心了。怎么？ 我上前说说，他老人家就放心了。是啊，嗯，带我上前说过。奶奶呀！奶奶放心的走人，十万香味，日日想想当年，放着两眼那他边，长城为你快。 如此说来，是你颠动人马，是儿颠动人马，可有皇王圣旨？无有。既无皇王圣旨，咱这天婆杨府当以谁的号令为重啊？太君的号令为重。既知我的号令为重，是哪个命你颠动人马？正是太君你。 老人家有何为凭？先由太君驾令转来，我看。竟敢私盗将令，这还了得！我说来呀，将穆桂英与我太君呐！祖奶奶，令亲乃是俺满堂所盗，我甘愿领罪。太君呐！ 乃是俺孟强出的主意，此罪在我。奶奶，令旗乃是孙媳所盗，与他二人无干。你们到底是哪个所盗？孟强所盗，孙媳所盗。母亲的母亲，令旗乃是俺姐妹所盗。 愿跟随太君上阵，杀敌！怎么，你也要上阵？要上阵！祖奶奶，我也要杀敌！怎么？ 也要杀。去要啥？个人都去要清明上任，个人都去要清明上正事，个人都。 枪下水。圣上见你杨家兵强将勇，无事忠贞，龙心大喜，钦拜太君为帅，就命尔等在此武朝门外时时出征。太君正在此朝，你们速速准备去吧。好，众将官有太君有令，今日出征非同往常，他要勤勇领功报道，上阵杀敌。众将官有抬刀上来。好，命疆场，复保先王。齐河东抗北辽，保定着大宋的天下。仗必胜，攻必克，立下了无数的功劳。故而，先王才钦赐你一颗名儿，名曰定儿孙。今西羌有无赖反击，边关近期文官本困，汉阳门男女众将不是一同强营上朝。老身在圣上面前立下了必胜的军令。见证杀敌之胜，冲定着大宋的天下。顺应才命在手，去把贼平，咱出战可不为穷寇，也不为讨风把人生，为他民还主我，为咱国团结，为他杨家将实在高文明，从咱国往上数。世代寒山。